自己一起进入真情六百讲。其实我也不是急着跟逼你结婚，因为我在这个生活中我也感觉到我很没有安全感，现在我只是要你表一个态，我想要知道你到底是因为什么而不跟我结婚。其实我不结婚并不代表我不爱你，我知道我自己真的很爱你，但是如果真的要结婚的话，我觉得我还需要时间，我希望你可以等我，然后可以理解我。你说的那些我都会改，然后从今天起我每天都运动，每天都少吃，只要你嫁给我。他不是要一瘦的，他要的是一个他觉得他可以依靠的人。所以在你们这里面有几个词，你们自己看是等号还是不等号。在女生的字典里，爱情不等于婚姻，男生是爱情就等于婚姻。两个人都想有一个特别好的未来，但是两个人都不愿意从自身做起，总是说如果你往前迈一步生活就美了，但是真的想让生活美，迈第一步的应该是自己。谢谢两位，请回吧。谢谢你们。来，请关门。我愿意相信女生是爱男生，我也愿意相信男生是爱女生的，我愿意相信他们今天说的一切的话都是发自内心的。如果基于此，我希望他们愿意为这段情感再做出一些努力，也就是靠自己的力量推着这段感情试着往前再去走一步。好了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现在请拿起手机下载鲸鱼 APP 和万事达手机客户端，进入到天津卫视的直播聊天室，边看边聊。直播过后也可以通过鲸鱼 APP、 天津 APTV 网络电视、万事达手机客户端继续收看本期的节目内容。来吧，看看这两位自己的选择是什么，请开门。知美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许立明先生，来，有请。啊，好。啊，相处是过程，相爱是关键。祝二位呢永远相爱，携手共度美丽人生。谢谢。啊，说的特别有哲理啊。好好相处，好吗？啊，谢谢徐总，来，请回，请回。